迪士尼电影主角老鼠为了找寻食物闪过人类设下的捕鼠板，但除了捕鼠板，民众常用的粘鼠板怎么制成的来到云林这间工厂。生产线上员工将两块木板对放包装，看看木板凹槽铺的一层胶藏有业者独门技术，任何的温度下都能够保持相对的粘性。你可以看现在这个温度之下，还有它能够牵丝起来，大陆粘胶它硬硬的，太硬的话老鼠跑过去它是没办法被粘连到的，用手一沾，一看戏就是这胶的拉力，明显跟大陆或其他品牌做出区别。特别的是粘鼠板还有食物的味道，像是牛奶、花生、肉等。业者靠着15项专利打造粘鼠板王国。我们营业额目前在新台币大概1亿元左右。一组两片，光一条生产线年产200万片，四条生产线产出的粘鼠板能绕台湾一圈。创立于1990年的粘鼠板工厂，董事长为防治害虫，从摊商变成发明家，靠着土法炼钢研发粘鼠板，外销10多个国家，不止卖到离台湾最远的巴拉圭，连科威特都买得到他们的产品。100%所用的原料都从台湾来做生产，这样才出口，这样子对我们的企业，甚至对我们的国家才有更大的贡献。看准台湾人流、金流、物流方便，业者从创业到现在没想过外移，坚持根留台湾，并积极研发环境用药，计划5年内在台湾扩厂，继续打响 MIT 招牌。三兄弟的潘凌云的报道。